同新竹县政府安装一套浮桥保罗亚街是什么样延期？按照州议会的浮桥同新湖两座所在的民众强烈反对同抗议。在被新竹县政府开主干飞报下，民政处就提出了临时通知，讲也建立什么样延期规范内容。韩国的建议同样结束停下来，而起的新竹县的什么样延期行建设计的规划委托案。新竹县长杨文科从很多方面的考虑下，韩国县长无人有不同意的条件下，就通过的。请各位保持理性，不要做出非法的动作。福建什么样延期开发深深争议，地方民众心意还在土激烈抗争。面对民意反弹，县政府民政处二十九号县府的主管汇报中提临时通知，建议终止委托案，得到县长杨文科同意，并强调要对长江国土来做规划。建议哦，就是说我们目前进行中的这个新竹县立生命纪念园区新建实质规划案哦。我们建议这个案，我们先行就是把它终止委托。民众所提的这个就近至上这些观念，让大家乡亲不要跑得太远。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看法。我们后续会继续民政处继续来收集相关的资料，来就每个地方来做一些检讨。谢谢。判定了下新竹县是三个乡镇市，总共154位公墓拥挤。虽然各乡镇市做好有纳骨塔，但是跟那就共同关系有利益牵涉时，规模唔那种。每位系未来新竹县政府或继续讨论研究的课题。对政府终止什么样延期委托案，市教会是算肯定，但是还无嘛相信政府的决定。其实这个一样又是一个骗术，除非我们今天在新竹县政府的公文上清楚明白的看到“永久撤案”这四个字。我们才会相信新竹县政府是真的要永远的终止这个生命园区的新建。针对杨文科县长今天所讨论的终止生命园区，我们完全不相信。因此，县长杨文科立下家头主管汇报后，用公开同意通过终止委托，所以此举非常巧，为继续来监督，确定杨县长任内唔会再推脱生命延期。客家新闻王文尧，新竹报道。